明星作为公众人物，任何一件事都会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，特别是在做慈善上。之前地震吴京捐出100万而被网友们吐槽，其实对于吴京来说这已经做得很不错了。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聊一聊那些在做慈善上比一般人出手大气的明星。第一个是刘欢老师。刘欢老师在一次捐款时直接提着一袋子钱去，这种方式被一个网友说成是炫富。其实在小编看来，这种捐款来得直接，来得真实。第二位是赵本山。赵本山曾经在四川地震时捐了200万，在很多捐款活动中也是一出手就是100万，这足以看出赵本山那种回馈社会、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。第三位就是我们的跳水女王郭晶晶。郭晶晶还没有嫁入豪门之前，那时她还是跳水运动员，在一次捐款中她一次性就捐了20万。大家要知道，20万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。第四位就是古天乐。古天乐资助的希望小学有上百所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古天乐在任何的活动中炒作过，真心为那些做慈善的民